再看一遍啊，你看啊，其中是不是这个时候搁到这危险，抓得越紧，这个搁到危险，是吧？是吧？下的是这样的劲啊，起，是吧？往下扣，明白了意思了吧？哎，自己做，你看，左手要注意这一点，看，起到这一点，看。先把大腿给它围起来，然后再起来。往里面收一点，错了一点点，要不然你就拉不开。好，知道了，给他们讲一讲，叫他们自己做。先给它围起来，然后再。加上这个绳呢，更完了。现在就是。下的是先卸肩，让劲才理解才能清楚。你要不卸肩的时候，你看它成什么劲了？啊，不卸肩成这种劲，成这种劲，成硬劲了。哎，卸肩成什么劲了？是吧？抓紧。他抓得越紧，这里给他危险，啪给他危险越大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然后呢？你看我的卸肩，下车，哦，快停下，再卸下。啊、哦，你用这种用十分力量，你把它到这里剩三分了，接一下，啊，接一下到这里，啪，他力点都跑前面了。一直冲着走，两个人慢慢坐，两个人。不，这个是长镜。长镜。嗯，你给他放个短镜，他都不是这走了，你再看看。放短镜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。哎呀！哦、直接就是上面。这边。啊、哦，对。短镜了，你这长镜的这样就拉得起来，这短镜的就是啪，一口一点就可以。再完了。做那个身法再看一下啊，一个小身法，一个大身法。嗯。起。啊，接手。穿出去，送回来，打开，面向左，胸右胯正下弧线，右推，搭掌，这个搭掌都注意一点，重心继续右移，胸右胯，两手卸进。前，按，然后变，六方四地，捋的任务完成了，打开，中胯，含胸，正推，这就接着单边了，啊，来，再来。来，面向左，
应旅打开因为在打羊哎对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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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得这么远，力超高呢，这么用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这都可以。多吃多多多找一找。这写手还大大方的，写手大方的啊！你不要跟一些人胡乱小看，这学不得改不过来，不是大笑话的。哎，对，这是规矩，哎，对。啊，还不能就不能要怪关不多，就是这一点就够了，这都够了啊。对，哎哎，这都够了，已经够了啊，是吧？不能把家有现在不远，大大方方就出来，有的讲二过来，先接受。哎，好，接来送菜，接来送菜，行。哎，对对，慢一点。再慢一点哈，再慢个点，慢个提回来劲，重心往前移，边走边方向前移，重心，哎，成一个劲，慢个就提回几回，哎，现在动作做的差不多了，再下走，再来下走，一直有，不能超过这，超过这都过了，都没有用了，做这个，哎，不错了，哦，多做做，还好做做。小毛病这就可多，叫他这样子，他们那样子，老师这样。拿法不是目的。
拿法的手段，明白吧？拿法的不是目的，是手段，对吧？他一直在变化，有的时候人手很软呀，知道吧？那审视手就是握一圈都没关系，明白了，是吧？那好，看清楚，这个镜过来就行了。跪下！终结，哎，好，不能超过这个，不能跑到这边，就得哎到这里，终结，看到吧？好，再来。下蹲，好，走，好，不对，两个地方不对，啊，第一，这你不是？压过来是吧？看起手，哎，眼睛看着起手高点，哎，好，对，接手是吧？走，接手，哎，然后走过来到这里，啊，重心向前移在中，你跑到这里那干什么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再来。这个接手过来，藏到这里。胸，眼收拳，小琴打，包头推三，一直练到单边。有五个动作，好的演，就看一看怎么样。就少数人啊，多数人都差不多。少数人这个注意这个起肘，你看起肘的意念有个什么呀？哎，对，有个弧线腰部，有个弧线腰部冲上的，但是冲这个拳呢。从解脱到这里不能超过眼睛，有的冲得太高了，知道吧？太高的话就散了，啊，有的话冲得这么高，嗯，到这里，啊，旋转就可以了。看着，哎，对，看着碗的旋转角度，碗的旋转角度就到这里，啊。哎，对，气要下慢一点，不要到这一走到那个，是吧？要蹲，要随气走，这个势要随气走，跟气是蹲
气下行是同时的，同时到位。再来看一下啊，一、起、啊，吃完药，好，大便。坐一坐，前招后招，野马。好，好，这就是，百花齐放，什么都有。来，你两个，反击了。来，你要来，那三个，你看我和百花齐放，你不相信，你看看，看下面的人练的什么样都有。那仨人单边前招后招，野马分鬃。一看都笑了，叶老师教要出手，好，哎，面向这边，面向这边，哦，中，要可以，好，主要一看到那胳膊手法拉的位置，一看都笑了，单边还可以，走。你看你自己笑了，嘿。该你不清楚吗？一看都笑了。练了多少？好了，看过了吧？所以说就是，这个我一直强调，对吧？意在全心。为什么意在全心呢？就是有的方式出手，为什么？首先心里面清楚，是吧？你捧紧了，你坐着这样子捧，你能捧起来？捧不起来的，就是要直接捧，是吧？就是前后直接走，直接捧。所以手法很关键，手法手眼身法步，手眼身法步，要跟意念配合到一块，它才能有什么？才有这个，才能产生这个实战的意义。空转，你看我就一直强调吧，练拳就是空转，空转就是实战。这个别关系你搞清楚搞不清楚，就说每一招每一式是在空转，空转实质上就在战斗。那也，你比方分钟法是吧？那就是分钟法，这过来了就是在拨把它拨出去是吧？那你要用这拨，那再咋？是不是？我说的道理，主要是说的道。讲这个在太极拳的道理，所以说就是意在全心，意念灵起来哦，那我现在就是分开，是吧？就是分开，那你精神都提起来了。你没有目标，那边就是跟着那脖子就是这样子走了，是不是？就这样走了，那都没办法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所以心里面必须得清楚，必须得清楚动作为什么，手要搞好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就是说把这招数拉开，一个一个动作，你现在不要想的那么多，是吧？就是这招式如何把它舒展的和周身相随，不能让它脱节，不能说揍，是吧？这大家最简单的道理是吧？揍，这个身体，你太极拳为啥不能这样练？你太极拳是内家拳，你是阳气输气为主，那就是非得啪，是吧？非得啪，就用身。身法就吹的是两个概念，是吧？这你心里面必得清楚。前招后招，眼马分鬃，这点我给你做一下，先看一下。慢动作，你看，引，这里是个引进动作，到这里移中心的时候，这个现在的捧紧一点点。把它卸掉，然后做。这是一个，这个捧紧不能丢，但是又不能大，很轻松的，躺是很轻松的，这个很轻松的。然后这个步伐呢，你再看一下啊，
前招，这步伐提的都很轻的啊，后招，然后是加一个引进动作，野马分鬃啊，引进，引进动作，你看他应该走的时候这身法，你看是怎么走的，看好啊啊，吹出去的，看吧，吹出去的野马分鬃，大手，你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有点特殊不一样，直接看要起手的时候，起手要下，这个手开始下的时候，右手在上，看啊，起手。看啊，然后摆脚以中心，再回去，很轻松的合着推过来，连贯性跟看清楚了吧？哎，你看清楚就可以，再做一遍。